这程咬金真厉害，压制吊打李信，超神轻松切戏，三路偷塔胜之不武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是王者14星还是13星的排位赛？程咬金这边，我出门习惯性的学二技能，带的是召唤师技能是弱化，出的是一个鞋子。这边对方三层界啊，司马懿说肯定防我难，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不要被他们的三层界给吓到了，这边没有人啊，看见了李信在打河蟹，那咱这边不管他，因为他带的层界那边到二之后贴着他 A 消耗他的血量。好，这边他跟塔下吃兵线，咱等到机会跳过去啊，摸他一下试一下，发现猴哥啊，猴哥果然去搞事情去了，那这边不能放他走。不能放他走，二技能，我 A 一刀，我 A 一刀跳过来 ，A 一刀二技能直接拿下猴哥，他在妲己闪现我弱化，抵抗不了他的妲己的一技能吗？前期伤害这么高吗？他，哎呦，这个司马懿二技能打到那个高地上去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样也还行啊，感觉3-2啊，司马懿说你真能顶呢、啊。应该是说的项羽啊，这一把我们有个项羽把我的个项羽给抢了，所以我这一把对抗路多多少少有点尴尬啊，只能玩一手程咬金了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这个项羽你们待会儿看看啊，有一些值得小伙伴们学习的地方啊。好，这一边继续跟李信对线打河蟹，假装打河蟹二技能摸一刀他没了，两个小兵进塔啊，他没了，他要贪这个小兵，一个二技能直接转死。好，这一边再传送上去啊，传送上那边好像打起来了，需要我的支援，传送上来怎么说？猴哥，哎呀，我们这边有个米莱迪啊，我感觉这一把的胜算就至少少了50%啊。这边司马懿直接入侵，进的野区，对方到底谁打野呀？我的天哪！还一个猴子双打野啊，镜和猴子双打野应该是，然后这一边我补个伤害，哎，好，这边补完杀完妲己之后直接再入侵对方的蓝区，对吧，想过来贪这个蓝呢，进就没了，我这边弱化一开就是不，还是被他抢掉了，因为他还有惩戒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好，收掉对方的野区之后，你看到没有，人家三惩戒又如何啊。好，这一边把下路兵线收一下，他这个人玩暗心了，猴子这边又入侵我们野区了啊，对方也不服输啊，哎呦，妲己赶紧开大招，不要被他秒了，小心小心，这一边过去扛伤，扛伤差不多了，我这边没有状态了，没有状态了，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，我这个时候跳过来，哎，刀二技能 BBQ，哎呀，这多多少少有点尴尬呀，米莱迪呀，这伤害这都杀不掉，这都没杀掉吗？还被人反杀了。说句实话，兄弟们呐，米莱迪这个英雄啊，他打团能力说实话很弱，很一般，抓人游走能力也很一般，很容易被人切掉啊。要没有人保护他的话，他就很弱的。所以我是真的柔中的建议大家不要玩米莱迪，一个是米莱迪，一个是百里守约，还有一个是墨子那种的辅助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全是混子。好，这一边这个暗信的话，他打不死我，我打不死他，所以说咱就清完兵线就是抓人就行了，对吧。好，这边看有没有机会打李信的话啊，也就前期四级之前好杀他，四级之后不太好杀。来，米莱迪来集火他，对，哎 A 我追着 A 一个一技能直接拿下。这妲己他想秒那个米莱迪去的，没想到程咬金跟草里蹲着塔。好，这一边趁我不在带我的塔，我 A 他啊，把他逼走啊，再把这个兵线收掉就行了。想杀他的话基本上不可能的啊。我其实特别有点讨厌这个玩李信玩暗信的，其实光信都好说啊，就暗信特别恶心，这个人一技能加速霸体
对吧？想留住他也不好留，然后你看他带塔，你又杀不掉他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他。好，这边跳出来，想杀我，你大可以来试一试。哎呦，打起来，赶紧开大招！哎呦，我去，弱化一开，进这边大招一刷刷刷，我这一边赶紧跑，不要跟他站直线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是非常极限的，差一点就 BBQ 了呀！这一边直接回家加血去吧，我感觉不安全了。虽然你不要看现在啊，五分钟左右，咱的人头比对方多，对吧？11-7，但是啊，这一把我跟你们说非常难打。难打的点啊，我的莫名其妙，我总感觉啊是这个米莱迪的问题。如果说小伙伴们你们看出来是什么问题啊，请告诉我。好，这一边再继续回到下路啊，我这来回跑来跑去，来回跑来跑去，带完下路兵线，然后又得去参团，去帮助这个中路，不然的话感觉这中路打不过妲己。这边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咱去骚扰一下他啊，这个兵线。看农这边啊，有没有人拿？没有人拿，那边可能要打起来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，蹲在草里边。妲己这边啊，下路兵线又来了，咱必须得回防了。但是对方在偷龙，我没有惩戒啊，但是我这队友也不在附近，就放了，没办法。好，把这个兵线收掉，收掉兵线就游走，收掉兵线就游走，给对方压力啊。但是这个李信他很不想让我游走，看到没有？他一直在下路。我们这边又没人来抓他，所以说我真的是很无奈啊，没有办法，杀不掉他。我等他一技能消失，挂上减速，像女，然后挑到之后，这边一个大招再涮冤，一个普通技直接拿下。刚刚这一波啊，抓他有一波细节，就是李信他一技能霸体加速的时候，快结束的时候，你看他那黄条不是能看得见吗？在快结束的时候，你在丢一技能跳的时候啊，踩到他，他就会减速。然后刚刚配合项羽对吧，把他挑到就给他带走了。这边直接扛塔来孙尚香，来再给个伤害，我这边扛不住了，往后拉一下进草丛。好，这边项羽把他逼出来，漂亮，一个二技能直接转死。然后这边没有，哎，有兵线，我扛塔了，跳出来再摸啊，这个一塔应该是问题不大了，再摸一下。李信这个时候复活了，咱不跟他打，他想杀我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，小伙子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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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嘿，跑了！一看我们射手在这儿啊，这个人很烦，打不过他就能跑。米莱迪说都不守家吗？什么不守家呀？这不是在守吗？哎呀，米莱迪这个英雄，说句实话，真的是，我由衷建议大家不要玩啊，心态不好的人不要玩，不然的话会爆炸的。其实这一把阵容来说，我方虽然说有个米莱迪啊，但是对方有个百里守约，对不对？也算是打平了啊。这一边李信看只有我们射手一个人，他想有想法，我跳过来挂上减速，一技能又跑了，真的是好烦呐、啊！这个人老偷塔，我们这边还抓不死他。请求集合。这打野就应该多来抓抓这个李信，把他抓死，是不是？咱就有机会啊，来搞一波事情。我这边开启大招。因为对方有妲己，你的血量啊不能压得太低，知道吧？项羽这边赶紧走，赶紧走，项羽大哥，我这边啊，这个下路又带线，这你不抓他都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抓他在这塔都那带没了。这边近开大招秀起来了，直接强行一个普攻直接拿下啊！因为我扛得住，所以说我就站在他那里边，没有关系。要小伙伴们你们玩的时候尽量啊不要跟近站直线啊，不然他一直会飞雷神的，很烦。这边我跳来了，一到二技能往后走，往他前面走，哎，这也是个细节啊，他还交了一个闪现，那待会儿下一步他没了，这个百里守约，我又跳走了，很极限吧，躲技能，哎，他们两个人想直接把我秒掉，那你想的有点多呀，哎呀，这李信很烦，真的，又要守线，我守完线之后，我去帮队友扛伤，扛完伤之后，这个李信又带线，我又得下来守。我又来了，他这波没有闪现，走他前面，大招一开不死，哎，没跳上去吧？那你没了。项羽再配合啊，直接双杀，没有什么毛病啊。再跳过来吓一吓你，小伙子，他就是很肉啊，这个暗信非常肉，打也打不动，想留他也留不住，贼拉恶心，贼拉恶心，比程咬金都恶心啊。
你看他手加的时候他又切光性，光性说实话啊一点用没有，说实话。好，等兵线进去，这个二塔我要强行拿了。哎呦，这个谁来了？完了，巴比克，我这一边往后拉，往后拉，猴子也来了。你看这个飞雷神飞的，推出来一刀，算了，走了，跳下去。我方的这个脆皮后排扛不住，你看那米莱迪从始至终啊都不知道，我都看不见他的身影，知道吧？就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你要选个小乔或者这种法师的话，哪怕是安琪拉，对不对？都能秒一个人，减少对方的一个火力。哎，他就招个机器人他一下就被那个谁猴子呀或者是那个谁给打完了，就没有伤害了。清兵来说的话，米莱迪确实还是比较舒服的，因为他不用自己打，小机器人给你打掉，对吧？机器人刷机器人。但是你打架的话，我感觉就没有那么好刷了。好，这边有人在偷红刺剑，我过来没抢到啊，情景之中跳走，极限不死，哎，想把我，哎呦，闪现，他想大米莱迪，米莱迪有金身，玩的都还行，意识各方面还可以，主要是英雄不行啊，英雄这个英雄比较拖节奏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个时候来回跑，11分钟了，我下路都打到高地了，你看，收完下路，上路那个猴子又在带线。哎呀，这李信又在下路，我想我其实能安排这个百里守约，知道吗？好，撞到 A 啊，司马懿过来，大招一开，加速追，直接追啊，那肯定他没了二技能 ，A 一刀直接拿下。然后这一边对方进，然后跳下来，妲己在后边。哎呀，就感觉我们这边必须得有一两个人守家，不然的话真不行。猴子这边我不怕他。主要这一把啊，这个龙啊被他们一直控在手中啊，我们这边都没有机会拉龙。好，把兵线收掉。这个时候可能有小伙伴们说，那你程咬金也去带线呢？我带不过啊，带不过这个李信，说实话我很有可能还打不过他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不能带线，再加上我们这一把、啊、如果说不去参团的话，你看这队友没有，就莫名其妙就没了，你不参团根本打不赢这个团战，知道吧？我得往前扛，还得打这个妲己。我追妲己或追这个对方的百里守约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趁我们打架的时候，这猴子又带线，我的妈呀，我真的是崩了呀呀！啊，打到10几分钟啊，如果说带兵线有点吃力了，我建议大家补一个红点斗篷啊，这样的话清兵线会没那么吃力。你看现在打兵线对吧，就打不动了，就打得比较慢。没办法，感觉这一把没人带兵线啊，没人带兵线，我这带完上路兵线又得跑下路，真的是比较难受啊。百里守约跟那儿狙，你给我小心点，哎呦，你砍我，来把我砍死，来，我今天还信了你的邪，你看这米莱迪有伤害吗？有伤害吗？没有伤害，减速挂上没有用啊，他交个惩戒又加速，一点伤害都没有啊！米莱迪又被镜给杀了，那杀他就跟杀一个小兵似的那么容易，这叫不费吹灰之力啊！杀他，经济倒是第一名了，他是我们现在这边经济最高的这个米莱迪，开始撤退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，说是实话。想吃什么？哎呀，这边再把上路兵线带一下吧，这李信又再去下路带线，啊，把兵线收掉。不要急，这边四上香有危险，交闪现了，我刚看见了。然后妲己这边估计没了，你看吧，果然没了吧？我不在都不行，你就是说，我都想去带线，明白？我带线，但是我们队友根本就打不了，知道吧？好，我来了，我跳过来，直接大招一开，秒我，来秒我，司马懿跟上，漂亮，这个配合打的，李信也给我留下，直接转死。对啊，我一来啊、还好点，对吧？参团扛伤，这边挂上减速，他跳大啊，逼出个大招啊，咱先不追了。这个镜我刚刚看小地图在这附近，小心一点，帮他找出来啊，帮队友找出来，把这个眼给踩一下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孙尚香从三路偷塔，你们玩的有意思哦，在这儿。哎呀，这个司马懿没了呀，
这个静说句实话挺会呀，你看这飞轮神玩的真的是很熟练呐、啊。司马懿刚这波有点大意了，刚刚小低头看见他了，看见那个静了，知道吧？我就知道他会搞事情。好，这边跳过来，走他前面啊，这个细节，走他前面。哎，你想跳大是吧？我不让，我转。这个时候跳大，那你没了，交闪现也没了啊。这是个细节，妲己嘛秒不掉我。然后静过来，你想干什么？说句实话，我这一把玩的还是算是比较用力了，比较努力了。但是总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。米莱迪就没人把这个盐采了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些脆皮聚餐什么玩意儿？说的啥呀？哎呀，玩米莱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，兄弟们呢？啊？哎，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弱化一开，求死好不好？求死！你飞雷神飞来，来还转。还叫人，你信不来我跟你说，我单杀你一点问题没有啊。这个镜很会玩的，这个镜他现在人头是最高的，他们那边最肥的一个。那当然了，我也是我们这边最肥的一个，呵呵。这边肯定在打龙，你看果然。请求集合。兄弟我看你打啊，看你打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打呀，怎么不打了？不打还打不打？不打我打你，你想杀我你不要想啊，我捏着大招呢，我这一边追一下百里守约追不到了，再扛一下镜的伤害和理性的伤害，完了巴比库没大招了。这个镜真的是非常会啊。射手刚刚，哎，我们总感觉人不齐，就我和司马懿啊在打架刚刚，对吧？然后这米莱迪出门都不敢出，出门就被镜你看杀了。金丝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射手帮他收一下。人啊老是不齐，然后他们人老有人带线，哎呀我们带线带不过他们好像。少女这边，哎呦一个大招打一半血，但是没有用啊，杀不掉啊。然后少女这一边，哎呦守一下塔多好呀，你说你对吧？还有八秒七秒复活啊，那个打野这边高地没了，不会一波吧兄弟们呐、啊。这都能一波吗？那这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看，那个该死的李信砍塔的时候那速度呱呱快，没赢过是吧？好，这一把恭喜对方顺利拿下，那还不是敢敢担担轻轻松松吗？最强王者十二星金牌坦克 11.2 的评分，打了 36% 的承受伤害 MVP， 理所当然呢、啊、兄弟们，我真的是太难了呀。